好，那有关于那个solution 部分呢，哈，因为我们有原则上两种嘛，一个是所谓 stochastic 的选择，那这是早年在 Hawley 里头他们所使用的，那另外一个是 deterministic，那这两个 implementation 我们是希望说在我们 perform simulation 这个 operation 里面都能够均匀的处理完，哈，那我们再回顾一下，仔细看一下这 perform 这个 solution operation 该做哪些事情，哈。第一个要找到 all maximum 还是 all minimum 对，那其实呢，就像我提到哈，在你的 GA 里头，你还要支援一些东西哈，就是有一些东西要支援出来。比如说呢，我们要画图，缝这边要画出你那个整个遗传演化的过程哈，它收敛如何。所以这时候呢，很明显的我们需要什么东西哈？我现在只是列出一些那个 public property，因为你画图要用到它，所以哪些东西要画图用到它，我们思考一下。第一个是那 iteration count，对不对？哦，所以 iteration count，所以目前呢大概进行到第几个 iteration，所以这时候我们要有。那这个东西我们确实有哈，我们 get 了其实就是 return 这个 iteration count，right？啊，那它能不能设？不能设，它说围堵，OK，就让它围堵哈。另外，我们还需要什么东西？要画那个 objective value 的那个演化，对不对？我们还有一个东西叫什么东西？那个 so far the best objective，对不对？好，那这个东西其实我们也有哈，我们 get 其实就是从那个小写的 so far the best objective，没错，对不对？可是你注意看到，我们在画线图里头有三条线，除了 so far the best 之外，还有一个是那个 average iteration 的 average，还有一个 iteration 的 best，就这个 iteration 的 best 的到底在哪里啊？所以另外我们还需要有一个 double iteration best，那我们就不再强调，所以你可以再讲做 best objective 哈。好。那然后你要算出一个东西出来。那这个因为怎样？因为我们在哪边可以算出 iteration best，在这个地方对不对？你在 perform selection 的过那个 operation 时，就这个世代，我要评比这个世代里头目标还是指最大最小，对不对？如果说是妄小，你的优化问题是要妄小，那当然 all minima 是最好的，对不对？啊，这个最好你就要 report 出来。好，somehow，那我们这边假设这边有 all min。O max 这个是 local value 对不对？但是你今天要支援这一个那个好，那如果说 iteration best，如果说我们其实还好，因为我们每次会重新计算它，即使使用者乱设它，我们也不会有问题，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比较简单哈。所以 iteration best 我们就 set 跟 get 好，我们就不用再另外再弄个小写的。那我们这边直接如果说我们写法是这样哈，我都没有给他写那个真正函数的区块，那意味着是说，这个 iteration base 就是一个 data field，而且是一个 public data field，等同那个意思了，啊，等同意思。那别人可以改哦，别人可以改，那别人也可以读，好，那 iteration base 你在那边决定哈，所以算完这些目标函数的时候，那我在这边哈，这个麻烦你自己写哈，update。那你就直接用大写的这 property 来指定它就可以了。它对 region best 对。那另外还有你还要记录什么东西？同样的哈，iteration average 好，我们把它写又臭又长。好，所以 update iteration best objective 好，那另外一个是 iteration average，所以你要算 iteration average 哦。我们要算 iteration average。好，那我这边提醒大家一件事情，你的 mission 是什么？你的 mission 就是要 report 这个 iteration 里面的最大最小，对不对？所以，我们在这边是不是我们有那个 traverse 过，对不对？哈，我们有 traverse 过所有东西。你看，从一开始到所有的 total 包含 population，包含那个crossover，包含 mutated 的这个 children，对不对？好，你已经在这做一次了。那同学有时候我要找最大最小的时候，有时候你会直接这样，你会在 C sharp 里头 objective value。Objective value 的它是一个阵列，对不对？你看到阵列的，它其实有一些资源的函数，你会看到一个 max 嘛，啊，所以 max 嘛函数呼叫，你会得到这个阵列里头最大值。好，那这里最大值，那现在有问题哦，如果最小值，
那你看我们的那个，我们这个阵列里面哈，回到看，这阵列是不是没有用满，对不对？有时候像这个例子有3倍，对不对？我可能只要用到23，对不对？那你这边如果说目标还是只在这边0000，那零是最小，搞不好是零最小。所以你要知道哈，你要那个找 mesh 之前呢，应该呼叫它，应该还有一个那个。好，它可能没有设定一个 size 哈，没有设定，就是你抓前面几个而已哈。好，那我的意思说，不要用哈，不要用这种偷鸡的哈，这种方式，因为你每次呼叫一个 array 的 max，你也可以找到一个 array 的 min。那这个统计上，我们通常常常需要吧？那甚至于应该好像也有 average，我看一下哈，可能没有哈。你看也有 average 对不对？你说啊，那老师我何必自己写程式在那边这样 loop 呢？是不是很辛苦？我就呼叫它，呼叫它，呼叫它就好了哈。好，但是呢，从你是一个 skillful 的 programmer 角度看，你不会用这种系统，为什么？你想它怎么得到 mesh 嘛？骨子里头这个函数里头还是要它 loop 所有的第一个元素到最后一个元素啊。那你呼叫了3个，它其实是 loop 这怎么回圈3次？可是呢，如果说你自己写，你在这个地方只 loop 一次，这些东西都找到哈，所以。提醒大家不要直接利用这个阵列里面的 max min average 这种所谓扩充式的这 function，以便于得到 max min 跟 average。你直接 loop through 所建立一个 loop through 所有东西，你要的东西一次，我们俗称叫 one pass 的 calculation，就把东西所有找到。好，所以记得这件事情。好，所以接着你要 update 你这个 iteration base 哈，因为要支援什么？要支援画图用，好，要支援画图用。OK，好，那所以在这个地方哦，我们要算那个，首先要算 fittings，对不对？所以我们要找到 all min、all max 嘛，all min，你要看那个奖励哈。然后呢，要算这个 fittings 哈，所以算 fittings。好，所以这个 fittings 从这边算出来。好，这个然后你要算自己算哦，compute fittings。好，所以整个过程里头稍微模拟给大家看一下哈。所以最开始的时候。我们是让那个子类别，对不对？子类别才知道它怎么初始化。这边比如说，假如说 binary，它就0101做完，对不对？子类别的 initialize，好，它的 comma 是这样做完。做完之后，我们帮它算出这些目标函数值，我们就算出来了。好，这 object 都算出来，算到目前为止，对不对？哈，这个是在我们 reset 的时候，你看一下程式的规划里面，在 reset 这个地方。我们 reset 的时候呢，有 initialize population chromosome，好，子类别才知道它怎么 initialize，它要用01，它是要用整数做 permutation，还是做分群啊，或者做实数，子类别要做完。那我们的任务是什么？我们帮它算目标函数，对不对？Objective value 从零到那 population size 都帮它算完，对，因为我们已经有一个那个 function delegate，对不对？function delegate 就使用者提供，我们把第 i 条 chromosome。由 initialize 交给他，他算完目标函数，我们写到目标函数里来去啊。所以在 reset 里头，我们除了 allocate memory 重新 reallocate memory 之外，我们就请子类别 override 这个 initialize population 的 chromosome，然后我们帮他算出目标函数值。然后同时呢，因为 reset 嘛，所以清空这个 so far 的 base objective value 跟那个。开记忆体哈，这个 fittings 开记忆体，还有那个这个使用的这个 index 在内开记忆体，好，这是 reset 做完，所以 reset 完成了什么阶段？完成这个阶段，那接着我们就进行 perform crossover，对，crossover 就 crossover 目的，我们就用到这个阵列，crossover 用到阵列的时候，我们首先呢其实就是从只要到父亲这边而已，我们就请那个名字叫什么？我们在 perform crossover 的时候。首先呢，permute indices 啊，其实是 shuffle，就是把那个 index shuffle 啊。那我们告诉他，只要那个 permute 到 population size 就好。好，所以我们做了什么事情？我们就执行哈，你随便零到九这边对不对？哈，零到九这边，那给我随意的把那个序列哈，把所以我们最开始的0130的排好，那就开始这个地方开始交换，所以交换结果可能是78 4 1 3 0 5。六啊九好，类似这样，对，我们弄出这个就我们 index 用途是在这个用多用途哈。那用完之后呢，我们就说哦七八啦，七八，
是父亲跟母亲，然后请他写在，你看我们 parenthesis 这个是 parenthesis parenthesis 好，所以 crossover 就拿七八来到这个地方看，这是零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那就七八，它可以，也就是说你子类别的 crossover 哈，你会拿到第七个 chromosome，那你知道是零一啊，就是零一编 binary 就是零一编码，你。从七抓过来是一个 permutation，就是整数 permutation，就拿到七八就是父亲跟母亲，那配出子一跟子二出来，那接着呢七八再来四一成对的哈，四是父亲，一是母亲，配出子一子二，对不对？你的 crossover 就原上把它做完了，所以你 crossover 之后，这做完了之后，那我们就帮他算目标函数值，所以目标函数值就算出来了哈，在这个地方，所以 perform crossover 一样哦，我们就安排好哈，总共有几对，总共有几对。那两对两对成对，就告诉他那个父亲是谁，这个父亲是谁？父亲是 index，记得哈，父亲就是，父亲刚才例子就是七八哈四一，注意哦，这是 index 第零个 index，现在是七八四。四一这样过来，好，OK，好，perform crossover 的时候成对的配给他，告诉他你的父亲是 index i 乘二，index i 乘二加一，母亲在这个地方，啊、你写到，麻烦你写到 CID1 就是 population 一加二加起来，OK，然后呢配完两条，你这边配完这两条再配完 child one child two，我马上给你算 algebraic child one child two 就算出来，对不对？目标函数，所以 perform crossover 之后呢？我们这边都已经使用者都已经那个交配完了，我目前还是又把它算好了，所以这边的初始化是子类别 override 它，子类别 override 这一个那个 crossover 类似的，我们的 mutation 就从这个地方开始了哈，从这边开始。那我们看一下 mutation 的 perform mutation 啊，perform mutation 的 operation。好，那等一下我们再看这个 gene base 的哈，这边假设是 chromosome base，chromosome base 就很简单，你给我的那个比例就是0.1、0.2起跳，哦，那0.1可能就是乘以，假如说乘以100，population 是100，那就十条，要挑十个父亲来做突变，类似这个概念哈。好，那所以一样，我们又 permute indices，好，所以同样父母亲又来重新再抽签一次哦，好，所以这边又重新了，又重用到这个地方。那假设我重新排的结果是六四三一二五。是，那假如说这次呢是四条要做那个 mutation，那就六四三一，好，六四三，好，那就六四三一，清代六四三一，这个要突变，那通常突变最常这样，你今天拿到了这边六，啊，第六个，好，看父亲的这些东西过来，那通常突变就是啊，父亲的拿过来这个地方拷贝过来。复制过来哈，第六拷贝过来，那中间呢，比如说零一啊，就变成一或零，零或一，零或一变成这边。好，同样的图片呢，我告诉你父亲的家，好，然后你写到子儿子写在这个地方，类似的，我们请子类别依照他自己的那个编码格式，就挑出父亲，那设法弄出一个子类别出来。那同样，我们再帮他算目标函数值，全部把它算完。好，所以这整个过程是这样哈，所以一条。交给子类别 override function 哈，create mutated child CID 对不对？那 CID 它已经只配好染色体的值了啊的基因值，那我们就马上算它 algebraic 值。好，所以 algebraic 值又在这边把它算完。好，所以 perform permutation 之后呢，我们接着最后就进入所谓的 selection。那 selection 呢，运算过程就稍微比较复杂。那一样哦，不管你编码是哪一种形式，程序都一样。好，所以我们在这边。数量比较小，好，所以这个麻烦你们要自己完成哈。就通常说说话，目前为止在 perform selection 之前，第一件事情我们要做什么？我们要把那个目标函数值，把这些目标函数值哈，这些目标都算完了，目标函数值到目前为止，这类只用到这个地方哈，没有用到三倍嘛哈。那我们接着要从这边换算出 fitting 的值，就是 F 零的值，F one 都算出来，每个都算出来哈。所以这时候算法，麻烦你看讲义哈。那记得一件事情，如果说你问题是在往小，depend on 你的问题往小往大啊，哈，那是不是给值？所以算完算到目前为止，好，算到目前为止就是变成是不是每一个都有 fitting 你的值了？那这个 fitting 你的值做什么用？适应度高低。那我们设计的 fitting 你的值，从讲义上你去看一下哈，
那讲义上这边提到的非电子设计，我们是采取至少最差的那个最烂的那个解，还有一个 B 的一个那个非电子存在，非电子永远大于零哦，不能让它等于的话，将来汇报都永远收不到了哈、哦。所以 B 呢有一个最小的一个区间，那最大当然有最大的那个非电子值，那将来就依照这个非电子值要做什么？依照非电子值要设一个轮盘嘛哈。哦那比如说呢，假如说我们举一个例子，假如说这个非电子是五，这边是四，这边一，这边是一，这边是二，这边3.0，好了哈，2.5，好，每一个都有非电子出来，对不对？那么其实将来就是要靠比例，对不对？就是你五四，那假如说中间有一个五十的，那将来这个五十的是不是在某个地方会比较大？五十是不是大概在这个地方？那五的就在这个地方，依照它的大小拼一个东西出来哈，所以五是1123456这样拼起来。好，那 stochastic 怎么选择？我们的概念是说，我们布置一个轮盘，对不对？布置轮盘，然后呢，今天要挑出十个，这么多哈，这么多个那个氢带跟子带，我只要挑出以这个例子来看，只挑出十个而已。所以我要挑出在这边挑出十个，写在这个地方 ID 哦，这个 ID 是在这个地方01346到那个这边目前可能是。二十七那个23个哈，历史上我们要挑出把它写在这个地方，把候选的人 ID 哦，后人罗列在又使用到 index 哈。不过这时候是我们 index 打算把它摘录在这个地方。假如说 stochastic，那我们就第一次，譬如说选到谁哈？举个例子，假如说刚才这个家伙是第十嘛哈，这个是九，第十，这是九号，这是第十号。只要十号很大块，对不对？五十啊，其他就是五十，所以将来五十块很大块，对不对？那第一次挑选的时候，爆可能射到它，那射到它，那它的 ID 呢就是多少？十就记录在这个地方哈。所以我们在设徽标的时候说十被挑到，我现在讲的是 stochastic 的筛选，然后十可能被射到。下一次呢，第二次动又射到，可能又同一个哦，又是这个五十哦。那五十的结果它是哪一个？五十它的 ID 是那个五十 ID 是那个又是十，所以这边又是十。所以 stochastic 的筛选就是这样执行十次，那看动达到谁哈。假如这次达到是18，可能18在这个地方哈，跳到这个是 mutate 之后18都有可能哦哈。那可能有那个十，可能是有跳到九哈，可能九还有被射到哈，也就射徽标。那无论如何，这边就会看到那唯一的差别是什么？你会看到 stochastic 的筛选挑十个而已，对不对？同一个可能被挑到多次以上，那当然有些东西没被挑到，很可能就没到。但它好处是什么？搞不好有一个最烂的一哦，这个一哦，0123号的，一是非常狭小，对不对？可是因为 stochastic 筛选嘛，搞不好一呢真的被挑到啊，所以这时候一有可能出现在这个地方啊。那不管如何，我的筛选第一个任务就决定这些父亲跟子女之间的 index，把它写在这个地方，再进去下一个动作，好。那 stochastic 的筛选原则上就是这样哈，就是依照 fitting 值的大小布置轮盘大小，布置轮盘大小设徽标 population 时设十次，指定这个十个数字在这个地方完成你的筛选，好，完成筛选。好，等一下我们再回来怎么筛。那至于 deterministic 怎么筛选，deterministic 筛选上次老师其实有带大家做，就是说。全部嘛，全部大家就要一起排列。我 fitting 已经算出来哈，fitting 算出来在这个地方哈。然后呢，我就设零一二，把它 index 设零一二三四五六七八，把它排好。把它排好了之后呢，那这两个依照这个值去 sort，配合它的值 sort，所以我就 sort，也就是我要排序排这个 fitting 值的大小。那最第一次 sort 的时候是由小大到排，对不对？所以最好的是在下面 ID 在这个地方。这样，但是你要把 reverse 回来还过来，就把还过来之后呢，譬如说你得到是19，那8、7、3、23、14、11、3、2，3不会出现哈，3不能出现两次，一定不会出现两次，4，1。所以你看这边是不是有序列的？那第11名呢，可能是9、19、8。一到23都在这边，不会那个重复，对不对？也不会少掉。好，排名就在这边。也就是说，事实上，你这两从 fitting 值把它依照 fitting 值大小把它排序过之后，ID 排序过之后，等于是排名都出列了，排名都出列了。那 deterministic 很简单的，deterministic 根本不看后面第十一名了，这个例子不看后面十一名，前面这个十名就是确评中选者要进入下一个世代的。好，
就差别在哪边 ？Stochastic 你会用到 fitness 来配置轮盘。那但是呢 ，deterministic 会重新依照这个 fitness 跟那个这个 index 呢，这两个 index 去重新排序过，会重新排过。哦、那排过之后，反正排完之后的，不管是 stochastic 的筛选，或者是说我们那个 deterministic 筛选，我们都沿用这个 index 来记录前面十个的 ID。假如说 stochastic 筛选就真的指定写进去，写0到10的那个挑到了这些那个 ID， 那如果说 determinator 是直接用这两个阵列去那个做那个排序，那自然而然就出来了，这排行前面的十名就从这边出来。好，那回过头来怎么样布置轮盘？好，那布置轮盘有些比较慎重的做法，说哦，所有东西要做 normalization， 哦，譬如说你要这个数值全部加到最后，那再把每一个数值除以这个总和，所以每个看了一，它是假设这个地方是等于一，总量等于一，那这轮盘总量等于 1.0， 所以每个分到0点多要做 normalization， 好、哦，那事实上不需要这样做哈、哦。我举个例子给大家看，你怎么做呢？你其实将来怎么样哈？其实。轮盘的概念是这样、啊、加起来之后，那将来真的程式要试做的时候，不是说真的弄一个轮盘出来，它的概念是说，假如说是第零哈，假如说是那个第零的是十分，这是十五，这个是二十，这个是五，这是 fitness 值，假如说是这个样子哈，三二，假如说二四六七有七个，假如 fitness 值真的是这样，那我们真的说这是第零个对不对？第一个、第二个、第三、第四、第五，假如说有七条染色点 ，fitness 值是这样子。那我们怎么布置一个轮盘？怎么做 stochastic 筛选？不是真的做一个轮盘，说用10来做、哦，我们可以把它累加，所以十累加这个变成25。好，也就是说这是 fitness 哦，我直接再把前面的数字加过来，把前面数字加过来改写这个东西。好，所以十加过来15改写成25，这边改写25。我在做累加的工作，注意看哦，25再接个这个由前面的数字累加过来，25再加20 45，所以你是看我每一个地方012的 fitting 的时候，我还是沿用 fitting 的这个阵列哦，我现在是变成累加值，本来是10啊，这个是15，这个现在是25，所以25包含什么？包含1跟0的总和起来，2呢这个值是2跟1跟0的总和起来，好，45，所以就加起来50，累加50，累加54，累加结果57，累加结果59。好，所以你看，你有一个什么？你有一个累加的科，也有累积的科号。这个是0对不对？十在这个地方，25在这个地方，50在这个地方，54、57、59对不对？这边59，是变成这样的结构。那再来你的社会标，你可以联想啊，最大值就是59的，以这个例子在59，那你社会标乱数产生0到1.0，啊，假设这边落在那个是 0.7， 你的乱数产生 0.7， 社会标设成 0.7 一样哦，0到 1.0 是你的 random 的 double 产生的，0到 1.0 产生的，那它其实0就 map 到0对不对？ 1.0 map 不到，以这个例子来看就是59。那你看 0.7 在这个地方 map 到哪一段 map 到哪一段，记得、哦、这是第零段，这是第零段的对不对？ 这一段是属于第零段，那、啊、这是属于第一段，这是第零段，第一段，第二段，第三段，第四，第五，所以这个例子来看你是挑战，假如你乱数社会标产生的乱数是 0.7， 0.7 落于这个地方，你是挑到2，你是挑到第二个，你是挑到这个第二个，理解吗？再设一次徽标 0.8， 这次又挑到可能 0.8 在这个地方、啊、挑到是4号，只要挑设的汇标是 0.01 哦，那刚好在这个地方、哎、挑到是0号，所以你是这种方式来实做你的 stochastic 筛选，那我们很漂亮哦，我们都沿用这个 fitness 的阵列，沿用 index 的阵列，多重使用资源不同的筛选模式。好，所以你要了解清楚、哦、我们是为什么需要这个东西，那这个东西完全把这个一配对完全不会动哦，你不要去误动到这个 objective 哦，哈 ，objective 只是要忘大忘小，我们留一个记录在那地方。那 fitness 呢，其实跟 index 反复被使用，会反复被在 selection 里头被使用，在 crossover 里头，这个 index 也会被使用。好，所以目的是这样。好，那我们接着来看一下，回来看一下 selection 地方。所以麻烦哈，我们第一部分是那个应该是说我们要。
这边其实 computer fitness 啊，从从头到尾就是要那个 computer fitness 在这个地方哈，所以你有一个，还有一个 alpha 值，我们从讲义上还另外一个有一个那个 fraction 的值哈，就麻烦你自己处理。所以 so far 为止已经算完哈，假设已经算完这个 fitness 的，接着呢我们要做什么？我们要做那个 stochastic 筛选。那上次老师带大家都是我这边在做，已经先做了所谓 sort 跟 reverse 对不对？那这个应该是什么？你需要 sort 跟 reverse 其实是针对 deterministic 筛选才需要哈，所以我把这个移进来哈。sort fitness 跟 index 是针对于那个 针对 deterministic 筛选的哈。OK，所以应该反而是这样哈，来看一下哈，这边是 stochastic 筛选，这是 stochastic 筛选，else，然后再说明一下，这是。deterministic 筛选，deterministic 筛选里头我们做什么事情？我们要 sort 这个 fitness，很简单，deterministic 比较单纯一点，因为它不需要设非标啊，所以好，那我们还有一个任务哈，就是算完了 fitness 对不对哈？算完了 fitness 的时候。假如说，理论上应该是算完 fitness 的时候，其实应该是说你在要为了算那个，为了算那个，在这地方哈，也就是你为了算 fitness，你要算出那 O max 嘛，就是我觉得谁最大谁最小，对不对？所以这个时候在这回圈里头哈，你应该是那个要。纸上没有。假如说你把它写好，在这个地方好，也就是说你既然 update objective based，对不对？iteration based objective，你知道这个世代里头谁最好，对不对？那你在地方是不是用这个 iteration based 去查 so far 的 best？如果 so far 的 best 比它差，比 iteration based 的差，在这个世代就有机会 update 它哈。所以应该是再来 algorithm，我把这一行 copy 过来。好，computer fitness 那个 from objective 哈，然后还有一个任务。要 update so far 的 best and objective，注意哦，best solution 跟 objective 两个哈，然后 if iteration best is只要它比 so far 的 best objective 还来得好，那就来这么写了。所以这个地方麻烦你继续把它 implement 出来哈。好，那就像我刚才解说的哈，我们要看一下 deterministic 做法。deterministic 你看，我们又用到 index array，把它依照它原来的 ID 把它编好，编好之后就开始哦 sort fitness 跟 index，然后只 sort 到 total 那么多，那但是要 reverse，那这两个都要 reverse 回来。好，所以到目前为止，你看这。reverse 完了，是不是就意味着你已经完成这个reverse 已经完成这个那个，它其实事实上你这个地方23笔都排出来了，可是我们那个前10笔已经放在这个地方，那个 index 第0就是最高那 fitness 的值的哈，已经排在这个地方，所以目前这边也 ready 了。那唯一 stochastic 你是要自己 assign 进来这个地方，所以 fitness 在这个地方我们讲哈 reassign selected index to indices，告诉你哈应该叫 assign 就好了，不用 reassign 哈。assign selected index to indices，所以这个地方你要做什么东西？aggregate 那个 fitness，然后呢，那个。Population size 的 select那执行那么多手续，所以预期你这边应该会有一个那个破回圈，挑10个就好了。那假如说那个 fitness 非常悬殊，最大那个可能会多重挑到，但是也有可能会被挑到。比较小块的话，有可能被挑到。这是当初 Holden 他在提 G 的时候认为说，很
很多的这些那个基因的突变，有时候就是好的不一定跟好的才能够培养最好，有时候好的跟那个差的交配之后会得到更好的。好，所以你要忠实的还原那个基因的特性，stochastic 的一个筛选是绝对必要的。不过原则上我们提供这个是选项，使用者要乱的时候就看他一张张选择而已。好，就这部分那个 stochastic 筛选，所以不管如何。selection 筛选、stochastic 筛选或是 deterministic 筛选，选完之后呢，哎，你要挑选的 ID 都已经放到什么？你的 ID 都已经放到前面 population size 的这个 index 里面，ID 都在那个地方。那所以将来我们就看这些 ID 哦，看这些 ID 一个一个过来啊、哦。所以接着我们做什么事情？好、哦、，ID 都已经罗列在那个地方，所以首先从第一个19开始哦，以这个例子来看啊，十哦，以这个例子十。好，假如说这是 stochastic，那这个是那个 deterministic。以 stochastic 来讲，我、哦、跳到十，跳到十，哎，这个附近，那记得一件事情，记得一件事情，待会我会再讲一下那个C# 的一个特性哦。这些的值哦，记得、哦、这些 gene 的值要拷贝过来，拷贝到 那 create 的地方。好，那不只是 gene，不只是 chromosome 的 gene 值，这个目标含值值。目标值也拷贝，因为我们辛苦算过的，这个解已经算过一次目标含值值了。你不要再不要没有拷贝过来，我们不想浪费运算，重新再算一次目标含值值，拷贝过来。好，所以能看到，哎，十拷贝一份过来了啊，又跳到十，哎，这样看，这样再把这边拷贝一份啊，即使两个都一模一样哦，那这个是 stochastic 筛选里的共通的特性，就是十啊。那再来是18，来到地方18这个是18，再把它拷贝过去，所以呢。再来准备进入下一个时代的时候，第一个步骤先把挑到的这些那个 chromosome 拷贝到 selected 的 chromosome 一个哦 gene wise 的 gene value wise 一个一个拷贝过去，好，一个拷贝过去，包含目标还是拷贝过去，都拷贝完了，再依照它的顺位零一二三四一个一个拷贝进来，好，把这边再重新盖过来，拷贝过来，这边一个盖过来，一个盖过来，记得一样哈、哦。gene wise 的，就是每一个基因子就一个拷贝过来，那目标含值值同样再拷贝回来，拷贝拷贝来，你看这样就完成一个 iteration，完成一个 iteration，对不对？下一个 iteration 什么？又从 crossover 开始啊，最新的 population 在这个地方，这边都已经写好了，对不对？上个世代那个保留下来了，新一世代的 crossover，新一世代的 mutation 在进行筛选，反复进行，好、哦，所以我们的 GA。在这样的资料结构设计下去，没有浪费机体，不会在这个整个循环里一直在 new，一直在 new 的东西。我们非常聪明的使用的 finish 这个阵列跟 index 的阵列资源各式各样的 selection。好，那如果说你程式能力有一些能力，好不错，你可以再挑战自己，你也不需要这两块机体。你拿到的就是这个已经 stochastic 筛选完 ID，拿到的是 deterministic 筛选完 ID，然后在这个地方。啊，在这个地方哦，你就要非常注意哦。这边直接 copy 过来这个地方啊，但是很容易脱垂哦。为什么？有重复出现了就有问题，对不对？啊，你搞不好，你举个例子哦，这是假如说第零个，对不对？这个是那个第零个，这是编号第零个。那零个可能会出现好几零在这边说要被挑，啊，这个零要被挑，零要被挑。那第一个是十啊，你说来到十的地方啊，就写过去，就把它盖过去了。那你下次跑到零的时候，哇，啊，零已经不见了，零的字已经被盖过哈，所以因为有这个 issue，这个需要比较有高干能力的这个逻辑那个规划能力的同学，你可以试着试做看，但是非常容易脱垂，好，但是 capable 你可以做得到哈。那你如果说采取那个比较聪明的 algorithm，你其实可以省掉 copy 过去又 copy 回来的这种 trouble 上，但是你要注意你的 algorithm 要正确啊，要非常正确啊，好。那这是有关于 selection 部分的解说哈，那所以我们再回顾一下，所以这个是 stochastic 筛选要设飞镖，deterministic 筛选这样已经结束了啊，下一个步骤开始拷贝 gene 啊，我这边程序这么写，那这边特别强调哈，这个地方就是所谓你看要注意看哦，chromosome index 第 i 个对不对？就是我们刚才辛辛苦苦 stochastic 筛选或者说 deterministic 是排序完的 index i 从第零个到。那个 population size 这个，哎，从 population size 那一个一个的 gene 就拷贝过来，就拷贝过来。然后目标含值值也一样拷贝过来啊，objective 也要拷贝到 selected 的过来。所以先把所有东西拷贝到 selected 的 chromosome 过去。那接着呢，copy back 从 selected 的 chromosome、selected 的 object 拷贝回来 chromosome，拷贝回来 objective 过程里来。好，那这边注意一件事情哦，有些同学想说，哎，干嘛这么麻烦呢、啊？
为什么要 gene wise 的 copy 呢？我这边如果说，你看，你今天有一个 chromosome index 啊，你去看一下哈，你是不是这样而已 ？chromosome index i 嘛，这个假如说这个 index i 第九，那就第九号第九那个排列第九个那个 chromosome 直接拷贝到 selected chromosome 的第 i 个嘛。OK 哦，你看哦，看这样才是 OK 哦。那你说干嘛需要这样？干嘛需要这样 gene wise copy？ 我就直接 copy 过来啊。好，这牵扯到背后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机制哈。那个稍微再跟你解说哈。所以同样的，你在这段也像，哎，那我需要这么 gene wise copy 吗？啊，注意一下哈，一定要 gene wise copy 啊。稍后我们再跟你解说哈。所以也可能啊，你看这是合法啊？为什么？你看哦 ，selected chromosome 是什么 ？selected chromosome 是一个 array 哦 ，array 对不对？那你跟讲，我们讲说这个 array 就第 i 个就是第 i 个 array， 它的本质是什么？本身是一个 t array， 对不对 ？t 的 array， 所以第 i 个呢，这边是 t array。那同样 chromosome 也一样啊，它也是这种结构啊。所以我们是第 i 个啊，你既然要求的，对不对？要求的是说，哦，这个，比如说第十个在这边，那拷贝过来这个地方，那不就是它的那个第十个这个 chromosome 第十个？指定给那个 selected chromosome 第十个吗？那不就成了吗？那为什么他这样一个一个 gene copy 过去呢？好，你会看到啊，这 gene wise copy， 因为我们主要核心因素呢，核心因素是说，如果说你直接像刚才老师提到，假如说你高干不用这块，你直接东西就 copy 过去，那旧的零一这种 gene 值就被盖过去了。所以真的骨子里头最重要是这个 gene value 不能被覆盖过，所以我们要采样 gene value 一个一个 copy 放到这个 buffer 的基体里头去，那一个一个再 copy 过来。好，那你说，哎，奇怪，那老师，我现在的写法上就可以了，这种 capable， 这个就告诉你 chromosome 的第，比如说这个是九，第九个拷贝到这个 selected chrom 的第零个嘛，那意思是说这个第九个，这个第九个的值就拷贝到第零嘛，那难道这样没有代表这个没有都 copy 过去吗？没有，真的没有哈。好，那我这边稍微跟大家解说一下后面的这些 concept 哈。好，那思考一下，到底怎么回事？你来看一下 chromosome， 好 ，chromosome， 哎，阵列的阵列，对不对？那我们追踪一下它的那个程式哈。chromosome 参与什么演出 ？chromosome 第一个有一个 new 出来啊，你看，第一次 new 出来，哎 ，chromosome 有 new 啦 ，size 个啊，哈，三倍嘛，三倍 position size， 我们在这个地方。那 chromosome 之后又有一个 new 哦，在这个地方哈 ，chromosome 每一个 new 出来，在这样 chromosome i 又 new 了一个 t number 的 gene 出来，那这到底怎么一回事？我现在其实可以直接用什么？直接用 chromosome 第 i 个啊，第 i 个，比如说第零个哈，我可以直接拿出来，就是代表第零个 chromosome 嘛，对不对？那我这样呢，不是可以直接从那个第零个 chromosome 不是直接可以拷贝？假设这样不是直接可以拷贝 selected 一样啊 ？selected chromosome 的第，比如说第二个啊，我是不是直接是可以这样做指定嘛？那指定结果不是就 chromosome 那个里头的 gene 就拷贝过去了吗？这个都合法哦，因为这个例子是合法哈。好，那我现在告诉大家为什么哈？从资料结构来看，我们知道是不是有一个变数哈？你初步来看啊，有一个变数叫 chromosome。那我讲过 chromosome 呢，如果说它 data type 是 T。那如果说 T 是质子型别，那机体里面这个 chromosome 这个机体里面记录就是这个型别哈。像那个假如说 INT 某个数字 INT i， 那 i 里面就是记录 INT 的值。但是如果说 INT 加一个阵列，那它只要是一个阵列，它就不再是参考型，它就不再是一个实质型别，它是一个参考型别。好，指的是什么意思？所以目前确实一个 chromosome 哦，哈，确实 chromosome。所以从机体的结构来看哈，注意看哦，我现在画在这个地方，每个都是一个机体，这个地方都有占据机体的东西哈。就同样，我在这个地方画一个基底给他看哈，你的 chromosome 大概是这个样子哈。好，所以你确实有一个变数。这变数名称，假设做我们就叫
chromosomes。好，那因为它是个阵列哈，chromosome，而且它是一个什么 T 的阵列，来啊，也就是说 T 呢，从那个 C sharp 的角度来看啊，我们应该这样讲哈，它到底是什么东西？chromosome 呢哈，chromosome 它是一维阵列。chromosome 是一维阵列，注意哦，这种不管你1层、2层、3层、4层，它就是一维阵列，是 chromosome 是一维阵列。那一维阵列，那阵列的元素是什么？阵列的元素是什么？阵列元素是这个东西，T 的阵列。好，所以呢，chromosome 呢，它其实是一个阵列。那阵列呢，我讲说，既然它是个阵列，它就是个参考性别。它是个 reference type。那出来里面不是放值，里面放的是记忆体位置。好，所以我们首先第一件事情，我们 chromosome new 出来，我们不是说好等于 new t。那这边假设以这个例子来看是十个，你看它程式写这样哈，十个什么东东，十个这个东东，这个 t 阵列东东，好，所以 new 出那这个东东呢？不是一个 int 哦，哈，不，假如说 t 是 int，不是一个 int，是个 int 阵列。好，所以呢，它就要开十个，对不对？所以它就去记忆体开了十个。我再画一个记忆体哈，而且这记忆体是连续的哦，因为它是阵列，它一定是连续。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有十个。那这个每一个十个呢，因为它是一个每一个又是 t 阵列的，每一个又 t 阵列，所以这里头又是一个参考型别。又是一个记忆体位置，那第零个是在这个地方，啊，所以你要看，我们会讲说什么？是在 chromosome，我现在用 C 代表它，所以这是 C 零，就是这个东西，C one，所以 C 零 C two 在这个地方哈，C two，C three，好到 C nine，你这个例子 C nine 在这个地方，，OK，念出来。那假设说当下 new 出来的时候，记忆体位置起始的位置是，假如记忆体是七七七，假如是七七七哦，所以这边记录是七七七，所以七七七呢是记忆体的位置，这个阵列的起始位置记录七七七，所以这样的话，你的 chromosome 透过 chromosome 里面这个记忆体位置放的是什么？放的是七七七，但是它不会让你秀出来给你看，也就是透过七七七来到这个地方，你会看到哦，原来我的 chromosome。C0 就在这个地方，C1 上，那你会看到最开始是 none，因为它是个参考型，都是 none 参考型别。那直到什么时候？直到我们的程式里面来到好，所以我们最开始 new 出来 new 了十个哈，假如说 new 的 size 是十个出来了哈，十个。接着我们再进去这十个里面一个一个哦，一个一个再去 new 一个阵列出来。你看这时候 new 出来就是 T data type 哦，总共 number of gene，假如说是五个。那五个，那就五个，那 T 是 INT，就五个 INT，就五个 INT new 出来给 chromosome 第 i 个。好，所以是什么意思？从具体的角度来看，配置来看，它会这样哈。好，首先开始第零个要去 new 出，假如说这五个，它就那刚好来了。以这个例子哈，这画在这个例子哦，刚好 new 出来，在这个地方，对不起，new 了一块基体在这个地方。那我告诉你，这边是五个 INT，五块 INT，五个 INT。啊，假如说是那个五个，那假设它的起始位置哦，一样啊，它这个基体占原始之列，假如它的基体位置是88，88，好，new 完的同时哈，这边就记录88，所以这边指向从指标角度上就指定过来这个地方。好，接着呢，chromosome one 又 new 了五个出来，就记着下来这五个。那假设基体位置这边是九九，这边是九九，好，类似这样哈，这是了七七六六四四三三二二，所以全部 new 完之后，你发现，哎，这个基体真的 new 出来哈，所以真正放 chromosome 的 gene 的指示在这里头，一个一个都 int 哈，假设是 int 五个的话是这个样子，好，那所以整个概念是这样哈，所以你的 C 在这个地方，那同样的这个 select 也是啊，select 这边其实。
也有十，你这个例子来看就有十个，好，这个就是 selected chromosome 第零个 selected chromosome 在这个地方，假设基体位置是44，它基体位置是44，它连到这个地方来。那第零个呢？假设第零个在这个地方，假如基底是那个117，那这边是117，指向这个地方。好，这是 HC，那是 HC1，这个 HC2，HC3 转过来，所以 HC 在这个地方。所以你要知道哈，在 C# 这程式语言，所谓 dynamic link 出来基底结构会是这样，这个二层的这些就 array 等于 array，对不对？它一层一层过来，所以这个基体的记得其实是连到这个棋子位置，每一个再连过去的哈，再指过去的。好，那就很重要哦。假设说你今天要 copy，好，你注意哦。假设说这条哈，这个假设说第十个在这个地方，这是第十个对不对？好，第十个那应该好吧？假设是第九个哈，C9，好，所以 C9 的基体位置，假如 C9 的基体位置是那个33332好了。好，所以这边就是332。好，你说我要把第九个的这些 gene copy 到第零个过来，那我们正式写法就是要正经八百一个一个 copy 过去，对，一个一个 copy 过去，对。好，那你说那我这么麻烦干什么？我就 C 嘛，C9 对不对？C9 就指定过来给 selected C 第零个，好，SC 就写 SC0，那这样不是就考过来了吗？就是这个 S 你讲说。那个 C9 就是指向这一条嘛，指向这一条嘛。那我这一条呢，就直接 copy 过来啊。这个是指向这一条嘛。那我是不是就 C9 copy 给 SC0 就好了？好，那你假如你注意看一下，真的这可以哦。假设你真的把 C9 指定给 SC0 在这个地方，这是 SC0 对，这是 SC0。那 S 那个 C9 在哪边？好，那你注意看一下。然后我们真的去看 C9。不是看这里哦，C9 在这个地方，C9 在这边，看到332，没错哦，现在332是指向这里哦，C9 指向这里，这边是332嘛，哈，指向这个地方。好，那你 copy 的结果是哦，拿出来，C9 拿出来哦，C9 拿出来的结果是什么？332，写到哪边去？写到 S0。那这些因为这些都变数了，这本身就是一个变数哦，可以改来改去哦，哈，所以332本来是这个地方是指向114。本来指向，这本来意思，所以你把332拿出来，指定给谁？给 SC0 332改成332。好，那因为它是个参考型别，332将来它指向哪边？本来指向这一块就不见了，不见了，不见了，那就指向这里头，指向这里头来哦。所以你说，老师，我这样写没错啊？我看指过去，我真的是查了 SC 哦，第零个 gene 哦，啊，真的是跟它一模一样哦。那绘画当然跟一模一样，你看。现在这两个变成 C0 指向这个，对不起哦，C9 哈，C9 现在跟 SC0 都指向同一个地方，当然数值都一模一样啊，是数值都一模一样啊，那根本没有拷贝，根本没有 copy 啊，根本没有 copy 过去啊，所以这样不是叫没有真的叫 copy 哦，你只是把那个这个初始的基址位置 copy 过去而已，那这个是没有达到你的目的哦，所以同样记得哦，将来你有找到一个解，譬如说假设你发觉哦，现在是那个。假如说是七号是最好的，七号是排行最好的，七号是而且那个 iteration base 是七号，那七号在这个地方，七号里头的 gene 在这个地方，那你说它有比 so far 的 base objective 来得更低？假如叫妄想，好，目标是七号的目标含字值，这个含字值有比 so far 的 base 更小，所以把它值给 copy 过来，取代它了哈，新的值，然后呢，你又写说哦，那我就用那个。C7 指定给谁？给 best solution 指定过来。你看，注意 best solution 是什么？INT 阵列哦，对，就那个是 T 的阵列。那这个也可以哦。那结果一样哦。本来首先 base 在这地方好，这个 best solution 它其实是一个 T array，T array 只在这样，那它是动态产生这个 gene 的哈，所以它指向过来。这边有具体位置，假如说是那个。84好了哈，里面记得是84。那 C7 对不对？C7 在这边啊，假如说 C7 是那个92，这边是92，这边是基底是92。那你 copy 过来92，啊，结果本来
但是 solution 指向这个，它的 gene 指向 solution 指向这个，那结果你改了就变指向这个地方去了，指向七里头去了，那七的结果会有什么问题？乍看之下都 OK 啊，没错啊，这是现在是最好的啊，现在是最好的，七号是最好，所以你再透过这个那个 base solution 来看到它，哎，确实这个是我的 solution 啊，可是你指错地方，这个 solution 将来会被人家 overwrite 会被人家 overwrite 盖过去了，你这个地方就乱了哦，这个随时被改来改去，改来改去，是将来你的 base solution 根本指出来的东西是错的，好，所以记得一下，好，在那个 C# 的阵列里面，它有一层一层 new 出来，不要偷机取巧。你必须要做 gene wise 的 copy， 当初我们就是 gene wise 的 allocate memory， 最主要是怕被盖过去，所以在这地方你要一个一个 so far 的 base 也要一个一个 gene wise 的拷贝过来，一个一个拷贝过来，一个一个拷贝过来，因为在这个地方是草稿纸，大家共用，这个 gene value 会一再一而用，一而再，再而三的会被 update， 在下一个 iteration 会被盖过去。我们要 keep 一部分，就要 keep 到真正记忆体这里头来。那记得一件事情，你的阵列的东西都只是一个。都只是一个位置而已，那它指向一个地方，你不要随便改它的位置，不要随便 assign 一个新的那个位置回来给它，那这样你指过去的东西就再也不见了，哦，这个地方就再也看不到它了，永远被指向这个地方，那就不对了，啊，或者改来改去又是指向这中间其中一个，哦，好，那这个是里头要稍微注意到，那我再看哈，差不多哈，就是说有关于 perform selection 的部分呢，麻烦你们自己要参看一下讲义，哦，那设法把它完成，哦，perform selection operation 不外乎这些哈，所以后半段其实都已经完成了哈。那事实上程式外置其实也可以去 run 哈。那你接着下来要实做就是刚才提到的，属于那个 binary GA 的，你可以先把它完成哈。所以 binary GA， 那另外你要真的把每一个参数哈，使用者可以操控的参数，再提醒大家一次哦，老师没有做哈，你不可能。你要把一些相关的这些参数，像 population size 要让使用者可以修改，还有这些所谓 crossover rate、mutation rate， 使用者可以给变更的，还有很重要的 iteration limit 停止条件，也要让把它变成 public 的这种 property， 所以将来可以透过 public grid 让使用者动态能够修改它。OK。好，那我们再看一下啊，所谓 gene-wise 的这个 mutation 哈 ，gene-wise mutation 是大概啊初期哈 ，Holland 他们提出来的时候采用的一个那个图片的法则哈，它就比较忠实于那个基因的这个突变哈，所以再来 gene-based 的，就是以这个例子来看哈，假如说我们现在的 population size 是十个，在这边哈，这 population size 十个对不对？好，那所以总共的 gene 就在这个地方嘛哈，那每一个这边都有一个 gene， 都有一个 gene， 一个 gene， 所以总共多少个 gene 呢？其实是population size 乘以那个 number of gene， 对，看你的问题，这是个人问题大小啊。假如说八个那个 job 就八，那假如说 population 是十，那就八十个，你总共有八十个 gene， 好，八十 gene。那所以通常这时候呢，我们叫 mutation rate，mutation rate 通常很小，比如说 0.05 啊 ，mutation rate。那 0.05 呢，你就乘以什么？乘以 population 是population size 是十 ，gene 是八。好，变成那个80，对，85 40啊，所以那个4个，你4个 gene， 你4个 gene 要突变啊，所以你现在的突变大概就4个 gene 要突变，80哈，85 40 4个 gene， 那4个 gene 怎么突变？都有可能，因为现在 population 是在这个样子嘛，你可能就在挑说，哦，这个 gene 1在这边突变，这个第二个 gene 在这边突变，第三个 gene 在这边突变，第四个 gene 搞不好是在这边突变。对不对？所以你要先 randomly assign 它的 location 哦，这个 gene， 然后再从这个 location 里面去 identify， 哎，到底这个家伙是 parent 多少？哎，这个例子啊，这是第零、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五、第六、第七、第八、第九，哦，所以等于是你要你透过这个 mutation rate， 透过你的 population size， 透过使用者是那个问题的本身的 number of gene， 你就知道会产生多少个 gene， 然后你拿乱数产生标定这些 location， 然后 somehow 呢再 identify 说，哦，你现在一号的那个清代一号在这个 location 里面要做突变，然后告诉你的那个子类别说，哦，清代以这个地方3455号啊，哦，parent 5它这个 location 跟这个 location 需要突变，
好，那你是子类别，你就拿到一个 IDE， 那、啊、从这边你就抓到的 IDE， 对不对？你就可以拷贝到我的 mutation 这边拷贝过来。那告诉你第几个突变，那假如是零一变色，那本来是父亲是一的，哦，那、啊、这边就改成零，那就完成突变写在这个地方了，对不对？好，所以现在突变就是说你会接到哈、哦，那个子类会接到说告诉你第几个 parent 要突变，然后第几个 gene 要跟动。而且不单纯可能只有一个 gene 嘛，一定有一个 gene 要去那个做突变，对不对？但有可能多于以上个 gene，多于一个以上的 gene 在这个地方，好，在这个地方。所以这个例子它就两个，再来就三个。好，现在问题是程式怎么样实作这样的一个概念？好，那他的想法大概这样哈。我可能不，我不想，我想说至少训练大家这些程式能力哈。首先呢，我是不是可以知道全域大小？那这个很简单嘛哈。就是那个 population size，哦，我还是用打程式比较快哈，所以你会得到什么东西哈？叫 gene base 的 mutation 在这个地方，那我们会称为叫 O 好了，population size 乘以多少 number of gene 对不对？这就是你的存域啊哈。然后呢，假设使用者给定的是那个合法的那个 mutation rate，好，那我们就乘以什么？这个是 all 了哈，那再来是 int number 几个东西，number of gene 要突变对不对？number 等于什么？等于 all，总共这么多个 gene 嘛，乘以那个 mutation rate，right？那因为它是浮点数对不对？所以 int 之后你就确定它的大小。那我们乱数要决定它的位置，该怎么乱数决定呢？我们有一个 all 对不对？有个 O，那我们是可以假设那个位置哈，那个位置就是编号从零开始，第零个的 comma 的零开始，一二三四五六这边到七，好，假设八个这边到七，那这边就是八九十十一，那到这边就是第79个嘛，来，这是编号第79个，也很单纯啊，那这样你会了吧？要你产生一二三四四个，那你是乱数那个 next generation、那个 generation、那个 next、那个 double、next double 应该就可以找到吧？但是有可能这两个都叠在一起，对不对？叠在一起就只剩一个嘛，不要紧嘛，啊，那几乎绝无仅有嘛。好，所以呢，下个步骤也非常 straightforward，对不对？那总共那么多那个嘛，那你是不是就后回圈就要起来了？到 number，那乱数产生器呢？啊，那我们叫做 location int。location 等于什么？rnd next 上限是什么？上限是 all 嘛？好，那你记得一件事情，我们总是要将来要做什么事情？这些 number 都弄完了之后呢，我们其实要知道总共那个你会拿到什么数字哈？我们举一个例子好了哈，这些 ID 哈，这些 ID。那这个 ID 的顺序呢？你可能拿到的，然后朋友，比如说，假如第一次我们抓到这个家伙哈，这家伙可能是六十八，好，第一次得到68，第二次呢，可能这边得到的是56好了，那这个地方呢是五十啊，第二代面哈，那第三个可能在这个地方，这个是十五。五十六，那这个是15，假设15，所以拿到是68、56、15，那这边又拿到是大概53，非常好，所以你拿到四个，可是四个里头你总是要 identify 到底零有没有被选到，一有没有被选到，二有没有被选到，三有没有被选到，四有没有被选到，五有没有被选到，六有没有选到，七有没有选到，所以你可以很简单的勾出零到 i，那看它的编号有没有在这里头出现，对不对？那其实有一个非常简单，如果说我们把目前四个弄成一个阵列，我们先到什么？依照它的大小排序，排序就会变成十五，对不对？那五三、五六、六八，我们是不是得到这样一个阵列？那之后呢？你 loop 15每一条长度就是每次累加那个 number gene 嘛。那看看第一个，假如说指标指向这个地方，第一个。好，目前这个家还没有处理的，目前这个家还没有处理，那你就从零开始。那它处理的是
那个零到八有没有零到八？这个有没有在零到八之间？没有，对不对？就到下一个，再来是八到十五，八到十五，我看到十五了，十五在这边哈，看到十五了，那是不是就这一条？这个 i 哈，就你要录书哦。也就是说，再来你的做法哈，第一件事情我们回来从资料结构的设想来看，哎，我是不是需要一个阵列？那讲到阵列，哎，你又想到说，哎，我们是不是可以连用 indexes？其实是可以哈。不过 indices 呢，其实怕不够哈，我们就不知道使用者搞不好设立一个非常 crazy 的哈。你也可以哈，你可以强制说哦，没有，其实不应该那么夸张了哈。那个这个什么突变率哈，这个 mutation rate 导致成的结果，总共 population size 乘以 number of gene，就是这么多gene，大概几乎所有的 gene 都100%都要突变。那这样的话，大概就没辙哈，每个东西都要到突变，大概通常突变不是绝对不是个概念哈。你也可以讲说，好吧，那我就假设我真的在沿用哦，我不打算再开新的基底，就沿用那个 indexes。好，假设说我们一直 keep 使用这个阵列哈，这个有点是万用的阵列哈，来收录什么？收录你乱数产生的这个 location，你知道意思吗？算来了。好，那这样我们就想说，好，你那么算出来之后呢，我们就 if number large then indices the length，那 Python 你的 number 缩头哈，我不管你当初设多高哈，我们就把你设成那个indices 的 length，最多就这样，所以我就不用在那个动态集产生哈。那所以你这个 location 你乱数产生指定给谁？就指定给 indices 第二个收藏起来，对不对？全部收藏起来。那总数是 number 哦，记得总数是 number。那我刚才讲说最好能够把它排序嘛，那排序也很简单，就 index 拿过array 哈叫出来。那 by default 它是由小到大给你排序，说刚好啊。但是记得哦，我只用到 number 而已，对不对？我们只用index，好，从零开始到 number，总共 number。好，从零开始，意思说从零开始要参与那个 sorting，那零开始之后往后总共有 number 个，就说的完。所以你今天哦一定有 index 是啊，所以 index 哈。好，推理员在这里的，大家好。所以我们就开始哦，look for int i 从零开始，i 小于 population size 对，清代这么多嘛，那一条清代看一下要不要突变了哈，你就可以上方去查哈。那我知道，麻烦你自己想一个 algorithm，你可以添加去一边是完成这个任务哈。那假设说真的要它执行第 i 条，第 i 条 parent 哈，parent i 它真的要做 mutate，那你看我们就做法都不太一样哈。我们这边有一个那个。mutate，我们那时候 population，那个 chromosome base 的，这是 chromosome base 的 mutation。我们有一个函数叫什么？叫做 generate a mutated children，对不对？那我们 indices ID 也给他哈，那个 index 是 index 那个CID 哈，我们要决定 CID。好，假设有那第一个 CID 是在哪边？CID 当然你有 mutate 嘛，所以是 population size 加上没有第一个第一这是 mutate 哈，要加上 number of crossover 的 children，因为前段是最前面是 population size，再来是 mutation 的部分哈，所以我们就是 int 从这边开始，然后呢，假设说假设这时候是这样哈，if 什么条件已经成立好，假如不能 mutate 就假如 parent i cannot be mutated，cannot be mutated 哈，那是那个 continue 哈，cannot。
你明天你就 continue 哈，就在这边你要自己完成它。那不然这边是那个 parent mutate， 大家好，那我们就准备一个 function 哦，说一样哦 ，generate 啊、哦、一个那个 mutated child。那同样我要告诉你那个 parent 的 ID， 那 parent ID 是 i 而已，因为我们 loop 所有的那个 parent 嘛，第 i 个，我是告诉你 i 要突变，好，假设 i 要突变，然后呢 CID 交给你，那记得我们 C 跟 C 下边一个 CID 先交给你，那执行完 update 之后 CID 移到下一个，好，下一个，那这时候 number of 那个，移到下一个哈。那这边其实 number of mutated children 确定有加加，那就加加，好，再统计它。不过之前你要把它清空，好，先设为零 ，in case 它没有等于零，好，像这边我们再加加，所以这边确实可以 mutate 一个。那 mutate 除了告诉说父亲要 mutate 之外，我们还要知道什么呢？我们刚刚讲过，你还要告诉他那个 position 的 gene wise 的 position 对不对？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其实是应该，要知道了哈，所以在这边查字说 parent ID 要突变，那到底有几个那个 position ID 要把它换算出来，要把它换算它排行老几，要把它换算出来哈。那换算出来之后，因为可能有两个以上，所以我们可能要给它的是一个一个 list 哈，所以不单纯是 CID 而已哈，然后再来是给它是 location 哈。所以我们就给他一个，你跟人家 gene locations， 叫 gene locations。那 gene location 呢，你 somehow 要把它整理出来哈，所以它其实是一个 list。int。gene location， 好，那 gene location 又出来 ，gene location clear 清除掉。什么？你要自己做哈，你要写出一个 algorithm 出来 ，OK。然后呢，所以这中间过程你会有一个 gene location， 大概会这样 gene locations， 那会有 add， 那 somehow 就是 INDICES 不知道哪边的这个数字 somehow 类似这样哈。那完了之后呢，我们就会执行它，请它。所以我告诉你，第一条要突变。那写到这个位置里头来 ，CID 从这个地方开始写你的 gene， 然后其中哪一个几个 gene 的位置要做突变，我告诉你 ，gene location 是一个 list or int。好，所以没有这个 function 对不对？名称类似对不对？名称跟这个一样啊，可是呢是多了一个参数，所以不要紧，这叫 overloaded function。那么请 wizard 帮我们写哈，产生方法哈，好，所以你看 gene locations 好，那我这边稍微改一下哈，这是 parent parent， 然后呢这是 child， 好，那一样我这边没有实做，子类别要继续做好，那子类别的角度来看，如果说是那个很简单哦，你看到、哦、如果说是我们看一下，我示范一个给他看哈。如果说是那个 binary 的 G，binary 的 G 其实最 easy 的哈。你看 crossover 就 one point cut， 记得哈，我再提醒大家，每一个子类别有很多自己的 property 哈。这个你要那个 set像 number of cut， 你使用者是两个 cut 三个，因为它搞不好基因是1000多个，1000多个那个 gene
你光这一个 one point cut 那这样解的那个奇异性不高啊。好 ，OK， 所以这个是那个是 property 哈，每一个子类别都有它自己的 property， 像 permutation 的 GA 有各式各样的 crossover 的 type， 还有 mutation 的 type， 你要把它设成 enumeration， 让使用者能够选择哈。那同样的，以 binary 其实比较简单，就是 number of cuts。那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要实做这些哈。那个这是 generate pair or crossover， 然后 generate mutated 哈，这个地方我没有写哈，麻烦你要自己去做。另外我们还有一个 override， 所以有两个可以支援那个 mutate 哈。哦，对不起，它实作出来这是 private 哈 ，private 开始起跳。好，我们子类别这样才能够 override 它，要不然 override 就看不到它了哈。哎，没出来哈 ，generate。virtual 哈 ，potato 之外还有 virtual。C， 那回到 binary 机里看 ，override。generate。哦，那它是一个 general location， 对不对？那你说你拿到了有一个 list 的 general location， 所以那个。parent ID 来看，你看你侄子什么东西，就 chromosome four int i equal zero i 小于 number of gene 对不对？i plus plus， 然后 chromosome child 这个 location 的这个 gene by default。第二个 gene， 本来底位是拷贝至父亲嘛 ，chromosome parent， 第二个对不对？本来底位是这样对不对？那除非这个 i get location， 那 get location 它其实是一个 list 对不对？所以也很好找、哦，你自己跟他讲哈 ，if i 这个 location， 所以记得你的 location 一定要幻化成零到那个 number gene 之间的哈，你不能说用原来六十几哦。你只有零到七，因为你已经指定属于这个 parent， 所以你要把它算对哈。所以 if i 呢，或者说因为它是个 list 啊 ，list 东西就很好用，有一个方式你可以用哈 ，gene locations contain， 如果说包含 i， 比如说 i 等于零，有包含，那代表要 mutate 对不对？如果说这个有包含。代表它存在这个 i 的 location 就存在这个 gene 里面嘛，对不对？那怎么做？那 else， 不然呢？不然就直接拷贝父亲嘛。来，哦，不然的东西才要拷贝父亲。那因为 byte 的资料结构是你自己设定的嘛，对不对？哦，所以这时候等于那个 chromosome 对不对？哦，跟那个父亲，所以当然要怎样哈？等于什么？查看父亲他的子是不是等于一，等于一的话 return 零，不然 return 一，那图片就是这样而已了哈。好，毛毛虫出来什么回事？读读看嘛哈。他说没有办法 int 转成 byte， 因为我们是用最精简的 byte 的资料结构。好，那就是这两兆是那个 int， 什么叫 byte 起来？啊，真的是。将来这个加号要 assign 的值就是这两个，那它 assign 的 binary， 那就完成了。所以可以支援所谓 population based 的。那真正的挑战会在这个地方，再回来这个地方哈。所以这个地方你要思索，怎么样组成一个那个 gene based 的 mutation， 怎么样组成这个 list 把它弄出来。好，那你思考一下，像刚才老师举的例子，这个麻烦大家思索一下，你程式写会了它就好。所以你现在拿到了。你这个例子来看，拿到标在这个地方，标在这个地方，你拿到的是六，最开始是六八五六十五五三 sort， 我们绝对可以 sort 成一五五三五六六八，什么意思？从这边就过来，对不对？所以这样呢，是不是要全部是这个那个 indexes 啊？因为我又放在 indexes 里面，对不对？那有一个指标指向目前这个加号还没处理，这个加号还没处理，这个加号还处理，那看目前到哪边，它起始的位置是多少？那下一个是不是属于这个 parent 的？不是属于一个 parent， 马上到移到下一个 parent， 对不对？那下一个确实是属于一个 parent， 那既然是属于一个 parent， 就要查看后面是不是也是属于这个 parent 的，后面是不是也属于 parent 的？
如果说是，那可能再查看下一个，查到一个下面不是，那就是告终嘛。五三五六是属于同一个 parent，对，你会知道，所以你就可以准备一个 list，肯定这两个家伙送过去给他，然后就是拿到五三跟五六，只是不能直接用五三五六，五三五六你要扣掉他起始的这个 parent 五，他起始的位置哦，可能就不是，可能扣掉变成四十几，搞不好就是从三跟六变成 position 三 position 六，啊，两个要突变，那就突变。好，那自己怎么突变？啊，他家的事了，好，哦，所以不是你的任务。好，那有关这个神秘部分在这边补充到这边告一段落。那希望你们要加紧哦，这非常重要。就是 genetic 的 GA 写完了，再来你会看到后面有 permutation 的，稍微有点挑战性。那再来 real number 也有挑战性。那事实上你已经有一个非常完整的所谓 GA 的这个所谓的 library，可以求解各式各样的 optimization 的 problem。